先会议间确定拿下了，先上酒店吧，快热飞了，给人。现在那边得热个五六度。进屋第一件事，先把空调给打开。看看我们今天的成果，刚刚播了20多分钟，已经有几十个朋友预定了，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。你收到之后就是这包装的。这是专门拿下一个样衣，很多朋友就怕说那个直播间真实的跟收到货一样不一样，这随机从那大货里面拿了一件啊。我拿出来就是为了试一试，就怕大家觉得我在直播间穿的跟那个不一样。这个可以完全放心，看到没有，你看这方面还有正面，它这个做工我感觉大家收到货之后还是比较精细的，是吧？这是反面做工，绝对没有调，这是出口做外贸了，包括这个针具，反正懂货朋友你一看就知道了。这个今天试试吧，看看是吗？是吧？它整体搬行的话是特别艰难大黄的，还是挺有质感的这个衣服。今天这一大包货都已经发到开封了，应该后天能开始给大家发。收到之后觉得不错，一定要记得给好评啊！这一批真的是我告诉你，精心挑选，然后价格也非常给力，对不对？抢到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吧？你看这个口袋，很韩范的大口袋。给大家说几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，很多朋友说这个双面呢这个大衣会不会起锈啊？这个是不宜起锈了，但是有可能出现啥情况？来姐，你离近一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正儿八经的羊毛大衣吗？它有这种小绒毛，有可能出现粘连，你有那种毛刷一刷就顺毛刷，你看吧，你不要，它是有一个顺序的，你顺时针刷一下，它都不会有那种情况了。毛刷一刷，好，你看它整体还是这种，它是这个样子的，而且这个版呢就是。大家看都知道，你离远点给姐们看一下，这一看都知道，这是一个大韩版。不开玩笑说，能出去韩国旅游一圈，他们在韩国的批发价都带500-600，人家批发价500-600，你买过来都700-800。咱今天很多朋友买过，应该知道价格就是379。现在应该还有个十来件，想要朋友你可以自己下单。还有20多件。收到之后啊，惊喜的话。一定要给我们好评啊，因为这我们秋冬季刚刚开始，给大家送的这个价格是福利，就让大家去体会一下。过些天如果就是真正秋天来的时候，这个价格都做不到了。来，侧面是给大家一个微开罩，你看走路到时候它不会拘紧啊。哎，我觉得这种衣服的话，你可以配这种阔腿裤，你也可以配那个裙子。配裙子在这个走动之前会有弱线的感觉。喜欢的朋友自己下网链接去搂吧，认为今天也没敢播太长时间，因为很多朋友都想要那个灰色。我给大家说一下，灰色我下播之后再三给人家厂里面沟通了，面料还没有过来嘞，我预售正在织。他说对你面料出来最起码10来天，所以说那个灰色咱暂时没有办法给他上，等到那个面料一出来，到时候我提前给大家通知，好不好？这款洗完朋友你自己去拍吧，379。不再要的话，因为它这一款也要定做嘛，再定做的话，我们下一批定做那100件都要等到10天以后了。